大家好，今天天气转好了哈，这两天一直下雨，很多朋友一直私信我，叫我们去抓鱼啊，抓鱼啊。来，今天满足大家，这一口野塘啊，以前有人放过鱼苗的，后来没人管了，就叫我们来了盘了。拉不起来，淤泥太深。今天我们把它给盘了，得用那个杂草丛生，那有没有鱼哈？开干漏水，把水弄干。我们去看看地理位置，看看哪里好放水，先放点水，再抽。好多芒草，都是杂草，倒着地。嗯，啊，倒着地你要小心哦。这是倒着地啊。放水，把它扒开个口子来。这个出水口这还深一点。这水放了一半了，我先穿水裤下去打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亮货不？来不及了，发现目标了啊！一条鲫鱼，土鲫鱼，这么小，还是有鱼的。里面来了一群围观的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臭蛋，估计臭了。我踩烂试一下，臭了，哎呀，拿桶来，龙虾，还有龙虾，这还有一个小龙虾，两个小龙虾，拿，这又一个，三只小龙虾，三只小龙虾，粘，还好嫩，给它放了，老大给我们送饭来了。鱼也要抓，也不能饿着了。天天吃土豆，怎么吃土豆啊？天天吃，吃不腻。顿顿土豆。你们要喝汤吗？不喝汤，什么汤？什么汤？肉汤什么汤？啊、什么汤？土豆丝，土豆丝。哎呀，吃的有点寒碜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明天你老婆再做土豆丝，我跟你讲，活都打。先吃饭，吃完饭再抓鱼。啊，这是大，嘿嘿。这是可以，你挖洞吗？瞧人草，你挖不动。黄鳝哈，油也抓不到，好厚的草，你看。这里面的鱼难抓，哎呀，草太多了，你看多厚的草。这个抓不到，太厚了。哎，这，找到了。这龙虾，你看一下，这水质好。哎呦，别跑了。哎呦，快，好大鲶鱼！哦，黄鳝。哇，哎呀，倒去了。哦。我抓不住了，别咬我，要跑来跑了。快哎呀，不是夹，我怎么夹不住呀、啊？我怎么夹不住啊，发现？哎呀，这大，我看一下大不大？这大，哇、哦！估计有很多黄鳝，就抓不到，在床上草堆里面，哎。咦、哎，小的，小算了，小的让它，你好小，算了，叫你爸爸来回去，快走。哎，泥鳅，哎，黄鳝，哎，这可以，哎，这还可以，啊！哎，我抓了一个什么？龙虾。哇，来龙虾在里面，一只小的，一只大的。你就是当官当多了，坐在岸上。你看我桶里多少龙虾？你看我桶里多少只龙虾了？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
啊，还得告诉我说龙虾龙虾。王爷干啥？躺在这里。没人敢下去抓鱼。这里面淤泥太深了。这个野滩真的是一潭不消。大活人。哦，草鱼哟吼！哦，你胖胖哦，来来，下拍下下下，抓住抓住，好，大不大？不大，呀可以啊，哇，呀，当当当当，有一斤半左右，哇呀呀呀，有几条哎，你看。快快快快快！抓这一窝，我老大！好抓，好。你也是好脏哎！啥大八卦？抓到了吧？走了。啊？走了。不在啊？哎，小鸡大多。拉里。我丢！我走抓走抓抓抓！哎呦！啊！啊！哎呀，这要两斤多，将近三斤了这一条。哎，别动，不要动！哇！咦？咦？有七八条不？有啊。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洗一下，洗一下，看看以后。洗一下，洗一下。可以哦。这个比盘那水坑是划算多了。好多草鱼在里面。大头，小头，大头。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1条、10条，十条草鱼。哇！老爷，你卖这些这个？啊。见者有份啊。见者有份啊，一人分几条吃。